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全日總結，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今天的表現。先看看內地，內地股市先跌後升，而且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滬指收市升7點，連升3日，繼續創了接近3個月的新高。兩市的成交是略為增加至5022億人民幣。上證指數今早低開，之後很淡增持，最多是跌過9點，低位見過3243點，尾段逐步企穩，而且以最高位收市收報在3261點，升7點。深證成指低開之後，早段比較波動，晏晝之後穩步上升，全日高低波幅大概59點，最後都是以全日高位收市，收報在10444點，升38點。滬深300指數收報3489點，升6點，創業板指數收報1919點，係跌1點。咁睇翻港股方面啦，咁港股晏晝之後進一步 做好嘅，咁暫時今日最多就係升過238點，咁全日嚟講就以高位收市啊，係創咗超過5個月嘅新高。咁睇翻收市嘅時間係報24201點啦，而國企指數係收報喺10537點，上升129點，升幅係超過1%㗎。咁大市今日嘅成交金額去到925億㗎。嗱，呢次嘉賓係請嚟阿龍同我哋跟進一下中港股市後市嘅走勢嘅。阿龍你好，主持好。睇翻個市況方面啦，咁啊內地嗰邊都有個好淡增持嘅情況啦。分析就話啦，市場嘅觀望情緒都仍然喺度啊，嚟緊係咪都應該會有個窄幅增持嘅情況嘅咧？嗱，對於內地股市嚟講，我覺得就始終暫時嚟講，我都會仍然繼續睇好嘅。咁始終我都覺得啦，其實短期嚟講，有冇咩特別嘅消息可以刺激到內地股市咧？又冇乜嘅。我諗咧，業績上面亦都內地相對地冇咁多炒作喺度。咁但係咧，講緊好多時候啦，內地都以政策為主啦。三月份啦，喺兩會嘅議題當中咧，大家都會有啲比較多嘅期望喺度。咁所以咧，講緊啦，喺憧憬緊未來嚟講，會有啲政策出台嘅情況下啦 ，A 股我相信咧，短期後市就未必會太過差。但係都仍然維持個睇法，就係講緊啦。喺今年2017年嚟講啦 ，A 股有條件做翻好少少，咁但係會唔會有個好爆發性或者好可觀嘅上望空間喺度咯？我覺得未必嘅。始終你話內地啦，都唔希望 A 股有個好波動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咧講緊短期後市嚟講啦 ，A 股我覺得有條件繼續向上升，咁但係咧個升幅啦，我相信就仍然係未必會太過大嘅。好啊。咁啊，港股方面啦，琴日係跌一跌啦，今日即刻咧即係做翻好，重上翻個24000嘅關口啦，而且今日係以高位去收市，再創翻5個月嘅新高啊！港股嘅勢頭咧，嚟緊啦都會受到即係業績公布去左右住，但係睇翻啦，係咪跌唔落嘅跡象嘅咧？嗱，始終你講緊港股現階段個升勢啦，主要都係留翻一啲嘅中資股所帶動嘅。咁其實咧睇翻到過去呢一兩個禮拜成個二月份嘅市況啦，指數係升咗唔少，咁但係如果你論個別嘅板塊啦，那個升幅係更加之誇張，特別講緊一啲嘅中資股，包括講緊內銀股啦，今日亦都有啲水泥股啦，有內房股啦，亦都比較多嘅炒作喺度。咁但係咧講緊升勢啦，就未至於話係十分之全面嘅。咁反映緊啲咩？都係講緊資金仍然係繼續運緊一啲相對地比較落後或者有啲炒作主題嘅板塊嚟進行炒作啦。咁講緊之前提及到呢啲嘅板塊上面啦，喺業績上面都有一定嘅憧憬喺度。內銀股啦，會憧憬翻佢哋控制到個資產質素，嚟緊未來一直大家擔心緊嘅不良貸款嘅問題，有機會控制得到，從而可以提升翻呢個板塊嘅估值。咁內房股方面，都仍然係講緊 NAV 股價對 NAV 折讓呢啲相關嘅因素喺度。水泥股啦，今日亦都有大行講到啦，講緊係能夠控制翻到一啲嘅價格，咁所以唔排除資金啦，仍然係繼續係個別嘅炒作喺度。市況表現仍然係強嘅，咁但係喺個指數方面啦，就未完全反映緊呢個因素上面。咁但係你講緊大市個成交金額啦，今日又再次升到900億元呢啲位置啦。我相信啦，喺業績期呢段時間啦，短期後市唔排除指數仍然有機會繼續創新高嘅。如果你係睇翻恆指圖表個技術走勢，甚至見到即使昨日調整都好，今日又再次升翻上嚟啦。最重要就係講呢個指數啦，到現階段為止都企穩喺條十天線23900樓上嘅，咁甚至叫做都企穩喺24000點樓上啦。咁所以短期後市嚟講啦，再挑戰翻上年個高位24364點，個機會啦都仍然係大。始終你話喺個大成交配合下啦，我覺得突破翻上年個高位個機會仍然比較大嘅。突破埋呢啲嘅阻力位之後，後市個目標啦可以望翻24500，甚至望翻25000點呢啲位置啊。阿羅提到咧，即係而家啲板塊都輪住嚟炒啦，今日炒到去啲內房股啊。嗱，北京政府咧最新通過嘅今年國有建設用地計供應計劃大幅減少，上海咧都喺平抑地價上面咧，就開始做一啲功夫啦。內房股
股今日係大升嘅。咁今年北京咧就計劃供地3900頃啦，比舊年係減少200公頃嘅，咁係連續第6年下降，都鼓勵同埋引導利用存量建設用地嘅比例係超過50%啦。咁啊睇翻啦，其實唔正正係北京啊，咁供應減少係全國嘅現象啦。咁舊年內地土地嘅總供應量啦，51萬左右嘅公頃啦，按年係減少3%，過去5年累積係減咗13%。啊，因為咧都見到供應減少咁多啦，所以內房股咧今日都有翻個炒作噶啦。嗱，我覺得你內房股係咪因為純粹因為講緊供應減少咗而有個炒作喺度啦？就未至於嘅，因為你係講緊你話其實內地現階段個房地產面對住嘅問題啦。講緊過去呢一年嚟講，一二線城市啦，樓價係升咗唔少嘅。咁都係講緊最主要講緊啦，喺一二線城市上面人口個增長相對地比較快啦，而土地嗰方面啦，都面對住開始有啲土地短缺嘅問題，特別講呢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呢方面個問題啦，就相對地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嚟講緊土地供應本身就不足，咁所以嚟講按年減少係在所難免。咁呢啲嘅因素會唔會導致到樓價會有個再上升嘅勢頭啦？好大機會發生嘅。咁所以嚟講緊啊，即使有啲一系列嘅調控措施喺度啦，其實大家都預料翻啊，啲一線城市咧基本上個樓價就唔會話有個太大嘅調整空間喺度。呢方面對內房股嚟講會有個好大嘅幫助喺度。第一方面咧就預料翻啦，喺公布業績嘅時候，固然啦，你係講緊上年合約銷售做得好嘅一啲嘅內房公司啦，基本上大部分都有個唔錯嘅表現喺度。喺業績上面，除咗可以賺錢能力仍然係強之外啦，最重要就係講緊佢哋嗰個 NAV 啦，即係講緊個每股資產淨值啦。預料隨住內地嘅一啲嘅房地產價格上升啦，仍然會有進一步提升嘅。呢啲嘅因素對股價嚟講會有個好正面嘅作用喺度。另一方面啦，講緊之前提及到啦，一啲嘅三四線城市仍然面對住庫存過高嘅問題喺度。咁但係正如講緊好似供給側改革為例啦，咁基本上你話三四線城市問題係相對比較難解決。咁但係喺個政策主導下啦，都同樣地講緊個供應量會減少翻，咁所以都係有利翻啦，去庫存呢啲相關嘅因素喺度。咁所以嚟講內房股啦，其實咧喺個業績上面咧，我覺得係的確有個炒作空間喺度。咁但係啦，由於講緊其實咧今年嚟講房價啦，都係面對住一個比較大嘅上漲壓力喺度。咁所以內房股啦，如果你係講緊啦，升多10%左右啦，始終我都建議大家去減持，始終都擔心緊未來嚟講啦，仍然有更加多嘅調控政策出嚟嘅。好啊，睇完內房啦，咁其實本地地產股咧今日都有啲追捧嘅。本地地產股新世界發展咧17號今日係放榜嘅，咁今朝最多係升差唔多近50%啊，一度成為升幅最大嘅藍籌股。而佢份業績咧就中期啦多賺31% 嘅，咁再加埋咧今日出咗財政預算案啦，見到政府咧冇新一輪嘅辣椒再出台啦，咁本地地產股都受到即係相關嘅消息係利好咗啊。咁當中九倉咧都係再度破頂啦，匯德豐都係破頂嘅。我睇翻本地地產股咧，可唔可以大家係留意一下嘅咧？嗱，本地地產股啦，我覺得個表現就未必會太過差，咁但係你又會唔會有個可觀嘅潛在升幅喺度啦？又未至於嘅，我覺得你係業績帶來嘅幫助唔會話太過大。始終你係講緊一眾嘅本地地產股，好似講緊新世界發展為例啦，咁股價對 NAV 個折讓幅度相對地較大，咁所以當一旦業績出到嚟啦，好似今次份業績所講啦，見到佢哋個每股資產淨值都仍然有所提升啦，呢方面對股價嚟講係構成一個幫助。咁但係始終講緊嘅，特別講緊香港嘅一啲嘅房地產價格啊，或者係資產質素上面啦，隨住美國加息咧，係面臨住比較多嘅風險因素喺度。你話個預算案啊，的確講緊嘅全年嚟緊未來啦，香港嗰個房宇個供應量啦，都預料會相對比較多。咁但係你話基本上現階段特別喺一啲嘅賣樓政策上面啦，都見到啦，私人發展商現階段都不斷咁去將一啲嘅新嘅樓盤都係減少而去出售啦。咁所以實際上供應量增加啦，唔代表佢哋個生意真係有個大幅急升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咧講緊啦，其實咧施政報告上面咧，我覺得你係講緊辣椒預料咗基本上冇嘅。咁所以咧真係帶來對於本地地產股個刺激作用啦，就相對地有限。不過喺業績期呢段時間啦，基本上你話本地地產股啦出到嚟嘅業績啦，你都會見到股價對 NAV 折讓嘅幅度仍然係大。呢個因素咧對股價嚟講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喺度。咁但係你話講緊個股價要再進一步大升啦，我覺得仍然係比較困難嘅。我明白。今日咧仲見到鋼鐵同埋水泥行業咧係有啲炒作嘅，因為又係俾大行唱好啦。嗱，近排見到大行唱好啲咩板塊咧，就會有資金去追入嘅。咁瑞信嘅報告就話內地會為咗改善空氣污染嘅問題啦，估計今年內地嘅材料行業供應將會過度削減啦，導致商品定價高企。咁所以咧睇好鋼鐵同埋水泥行業，上調安鋼、馬鋼、安徽海螺同埋華潤水泥仲有中鋁之
佢哋嘅盈利預測，首選係寶鋼係喺 A 股上市嘅，咁啊仲有安鋼同埋海內水泥啦，睇翻相關嘅板塊啦，今日都係有個唔錯嘅升幅喺度啦，當中2009金魚股份啦，呢只水泥股咧係曾經升過8%，創過年半嘅高位，收市嘅時間咧都升幅挨近7%㗎，咁見收喺3.7嘅。咁啊，阿奴認唔認同份報告所講啦？即係嚟緊嘅相關嘅行業咧，係會過度削減嘅咧。嗱，咁其實咧講緊資源股啦，近呢幾個月嚟啦，都已經表現非常之強勢啦。包括講緊中建材，今日都升咗成差唔多接近係9% 嘅。咁咧講緊點解有個咁強勢嘅情況喺度啦？一啲嘅商品價格上升固然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啦。咁咧講緊上年啦，一個供給側改革嘅政策出到嚟之後，特別講緊喺2016年嘅下半年啦，好多產能過剩嘅行業，佢哋喺個削減供應量嘅情況下啦，都導致啦之前由講緊佢係供過於求嘅情況咧，變咗供不應求。咁再加上咧講緊啦。外圍方面一些特朗普的推動基建的政策帶動到很多有色金屬價格等等都不斷去創新高，市場預料這些商品的需求會有機會去加大，所以導致到全球產能過剩的問題開始見到有個舒緩的情況，所以短期來說在這些因素帶動下都預料你商品價格的表現不會太過差，甚至有機會再進一步上升，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始終資源股我會建議大家仍然是繼續持有，可以進一步看好的主要的原因，除了講他哋旗下的商品價格有機會做好之外，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喺個業績上面會有個比較大的衝勁喺度，好多資源股好似鋼股或者係講中國鋁業等等之前都發了個盈氣啦。其實除了預料翻上年個特別喺下半年開始盈利有個大反彈之外，最重要就是講緊個負債問題啦。之前很多呢啲類型的資源股本身嚟講普遍嚟講都是屬於一些高負債的行業嚟嘅，咁但係始終內地除了講緊供給側改革之外啦，亦都有啲債券股相關的動作喺度，呢啲嘅過程對於呢啲高負債嘅資源行業啦，其實你係講緊啦，好多資源股啦，唔排除喺今次嘅業績上面見到啦，個負債水平會有所改善嘅。若果見到呢啲嘅情況喺度啦，相信對佢哋個估值、對個股價嚟講咧，會進行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喺度嘅。好啊，咁啊睇睇幾隻啦，即係俾瑞信睇好嘅股份今日個表現啦。啱講啦，收市嘅時間啦，收報喺6.5嘅，咁升咗係6%嘅。咁安徽海螺咧係升幅挨近3%，升0.8嘅，咁收報喺27.65。華潤水泥更加係升超過6%，收報喺4.15。馬鋼方面咧，升幅係4%，收報喺3.02嘅。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同阿盧做翻新報。頭先我哋講過嘅股份，請問有冇持有嘅咧？都冇持有嘅。多謝曬你嘅分析，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會有普通話嘅直播環節，陣間再見啦。